可以买股票了没？还不行吧？我来啊！看不出来有什么比较好的迹象。我来，快下来！谁多啊？快点！我自己是有在买股票，但是我买的股票你们应该不会喜欢。我买那个4995，我买4995啊。现在没有人在看 AI 了吧？这个时间看什么 AI 啊？哎，你得卖买讲，不要紧啊。爱看，爱看的慢慢看。啊，别过来，啊别过来，怕拿球嘞。我还没看，没看怕。AI 那个最近就是被当漏水狗打，最近买什么 AI 啊？我说最近 AI 就是被当落水狗在打，有什么干嘛买 AI？ 要搞一点，过来AI 至少还要三个月吧。AI 至少还要三个月吧。现在连青州小菜都有卖，没有啊？这个青州小菜是之前在这边摆摊的，他撤掉了。青州小菜是之前在这边摆摊的，他撤掉了。什么时候买 AI 不知道，当 AI 没新闻的时候吧。